Ava. Hello， 大家欢迎收看这一支影片。今天我要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因为太多次，我真的觉得太多次，我被这个没有 VIP 搞得有点不爽。也可以说我一直很想做这件事情。今天看到这个幸运之神报，我想说就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吧，我们就来当个氪金玩家，然后就看喽。按下确认就买下去了，按吧。我玩 Vegas 应该已经超过一年了，我现在才拿到 VIP， 算已经有点久，不过值得。之后如果要不要再出再看看，因为我你也知道我还是学生嘛，所以收入还是有限的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按个喜欢订阅频道，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